口罩的关系啦，嘿，戴口罩唱歌会比较喘嘛。哎，安尼我改加一步啦，懂康就好啊。就懂杰康吗？对对对啊，这样子会比较好唱。阿伯六啊，稍微的把我们的口罩稍微的活动一下。可以吗？哎，对对对哦，你著规个，你著安尼下来就好啊。你那看那月儿，生看我偌水耶，对不对？白泡泡又绵绵，笑起来呢哦，哎，面安尼甜甜。咋来个口罩配落来呀？你，不然那个现在呀，口罩放一半就好了。对不对？哎，这样子一半 ，OK OK， 不要哦。阿伯那戴金链没穿裤，咱手光哦，今天这个上气接不到下气。咋混的真？真的哦，会哦，因为我都才开始开始在讲话时，我就安尼头壳拢懵懵啊。稍微活动一下，这样子我们比较好呼吸一下新鲜空气。哎，我的月儿郎好听的歌曲，唱歌的不错哦。你看，来到我们的歌坛是算一个新秀，出道多久啊？个位数第七次还是第八次吧。哦，那在我们的舞台上，那各位惊无？哎呀，就无请官大人啊，疫情拢歇有困啊，都在遐咪挂倒，就是该。无咱讲起来，疫情期间哦，没有请高跟鞋是正常的。啊，那疫情前高跟鞋都不正常啊，真的是嘞。哦，为是讲你阿了好为呢，疫情哦，为了照为照得为得为了，这样子。哦，啊，也没办法，因为那个就还是哦，生命安全最重要啊。哎呀，原来现场的好朋友一样啊，足够不快的空了安慰啊，吼，又足够啊，吼。有啦 ，YouTube 有啦，有啦，那疫情就 YouTube 有啦 ，YouTube 还是会看那个重播的啦。哎，我来啦，网络来啊！我本事，我跟我哥重录一次，重播一次。哦，看 YouTube 嘛，就这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哥啦，哥啦，看现场的，现在嘛，慢慢的微解封，微解封就有慢慢的会有晚会的。啊，希望哦，哎，我那老太子，我到底干波比，啊，波比，那你疫情呢，赶紧哦，我那家呀，人民呢能恢复正常。哦，啊那，你听我讲。是啊，你个是讲哦吼，了解了。好，来我们的月儿，来继续安排我们好听的歌曲。安排这首《红豆》。来，我们到台下跟我们现场好朋友啊，近距离接触，来更显好咱的平安秀。
委员，来协助咱的水姑娘红包一包，谢大家。谢谢。哎，我你开偌济，以后你看会千千万万块。我知我来对你做咱管理晚会，啊，来做咱工会，我来设计大店，谢谢，感谢你，感谢你。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别人。来，好听的歌曲，好。